大家好，这里是也是前不想上班。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找一些怀旧小游戏来玩吧。可能是开始有一点年纪了，呵呵就是、偶然之间发现就，就哎呦，好怀念哦。但以前都用电脑玩，然后玩的很开心。那现在手机也可以玩了，就来玩一下。那今天玩的这一个是，是以前就是例子。 立体弹珠台就是弹珠台啦。那我们家以前电脑给的是太空军校生，但是我不太清楚说我现在下载这个是什么版本。不过都不重要，只要看这个画面就可以了。有没有怀念？我就问有没有怀念？<laughs> 哎呀，真的好怀念哦。然后 h o to l u n c h 哦。 就是让我，哦呵呵、嗯，以前在那边可以那个两边硬压，然后这样压着硬压，然后把它放着，看它能不能那个不要一直进去。诶、欸，虫洞诶不错。啊！真的好怀念这个游戏哦。然、啊、后我就记得说好像要。 想办法让它那个颜色，不叫颜色了，就是上面那种，你看它现在经过就会有那个会亮嘛，然后想办法让它都亮了之后，好像可以升级还是怎么样好像是这样吧。真的太久太久没玩了，毕竟后来手机就很。 就是大家都用手机在玩游戏啊什么的，所以我自己其实也一段时间没有玩了。真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找到底要玩什么的时候，就发现了它，也不错了。哟哟哟哟哟哟哟！ 哎哎哎哎哎！哈哈哟，进、欸欸欸欸 <laughs> 啊、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以前它好像叫做引擎的样子吧。我以前都会努力啊，想办法可以直接塞进去，哦、oh,，没有，没成功，对不起。嗯，手机跟电脑馆还是就是在感觉上有一定的差异，不过。 我觉得这基本上已经完全是一模一样了，没什么好讲的。Black hole，、啊、我的球球又从上面跑出来了。啊，差一点。Black hole，奇怪，以前是这样吗？不不知道。<laughs> 可是这个真的好怀念哦。 呦呦呦呦呦。哎哎哎哎！而且是要求我要打到那个地方，可是其实我现现在发现，这样每次都能打到的人也是蛮厉害的。左边呢？哎呦，我的 N, 我的引擎上升上去了。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，就是刚刚他刚好三个都有的情况，它就会引擎就会升级上去，啊啊！然后你看刚刚那个三个又有，它上面的颜色就又有变了，就是我在讲的升级啦。奇怪，它以前有这么容易进黑洞吗？当然是 black hole。 嗯，以前有这么容易吗？还是他是为了让我们手机玩的开心一点？<laughs> 啊啊！你看这样就死掉了。嘿嘿嘿，哈哈哈。 对对对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刚刚一个不小心压错之后才想起来说对吼，还有那个不要用太大力，它还可以塞，还有一定的那个分数加成啊，耶进去了。 反正它在哪边有那个，那个它就会比那个线箭头而不是线。反正箭头在哪，就是去想办法打哪就对了。我以前不懂，就是以前呃小时候说这在话，你只是觉得说啊啊电脑也没什么好东西可以玩，就哎呦有弹珠台，然后就玩了。然后后来稍微。 几一呃玩了个几年之后才才也没到几年来，就是一段时间之后，终于会看懂一点点英文之后，就了解说哦，对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规则可言可言呐、啊。那当然，更多的其实就是花很多时间去无知的在玩，<laughs> 然后以前真的不懂，然后也没有什么。 怎么去看什么游戏在干嘛？这种这种想法，就只是想要玩。不得不说，真的是以前真是无忧无虑，<laughs> 小时候真的无忧无虑到一个极致了，我的天然后就很单纯的、啊，就只是为了玩而玩的情况下，你当然就不会想太多。 就只是想要玩，对，然后都是一些偶然的机会，然后偶然的机会，然后就弄到了像刚刚那种三三个灯都亮的情况，<laughs> 然后才了解说，哎，三个灯都亮，原来会升级，啊，中间会慢慢升级，然后一次中间不是有那个蓝色跟黄色的那个东西，反正你成功过一个任务，对他来说啊，就是任务。 他叫我干嘛我就干嘛，我就成功。他叫我打哪我就打哪。我要是成功的话，就啊，该就到就到了。我要是有成功的话，反正就是他就会给我三分之一的蓝蓝色，然后一圈蓝色，也就是三个任务之后就是一个黄色。那它其实就是升级，对，就是升级的意思。 啊啊！哎、啊啊，罢了罢了罢了，今天运气不好了，<laughs> 这一次运气不好。 刚刚应该死命的两边压，可是我有时候两边压疯狂的点点点之后，是害自己的那个那什么球球，o, 被我自己的那个那、这个这叫叫什么控制感，被我自己的控制感搞死这样。 进去，你就上去一分都没有拿，吓得半死、哎。上面原来可以改改，我真的忘记了，我真的忘记了，刚刚偶然发现，现在才偶然发现，怎么讲？ 嗯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这真的是很上头。哟哟哟哟哟哟哟！ 哎呦，嘿！只要不要掉下来，我就还有机会。OK，也升又升级升上去，原来是可以靠人为操控的。真的是太久了，没音箱了。 <laughs> 我以前超喜欢那一边的，因为他会一直自己弹，疯狂的弹。但是以前可以靠，可以靠那个力道，就是想，哎，想让他打哪就打哪。就是我是说旁边，呃，左边的引擎跟右边的那一个长长的隧隧道，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讲着讲着就就就死掉了。 哎、欸，这个小游戏其实还不错诶、欸、虽然我在查的时候好像看到蛮多的，就是当然看到弹珠台之后，我有先稍微查一下，其实这一类型的游戏现在出挺多的，但是还不错啦。啊，差一点，啊、呃，死掉了。他不没有强制的看广东这件事情，我就觉得满意了。 太多都硬硬要我一直看广告啊什么的。现在手机游戏大家应该都有发现，就是逼你看广告的游戏越来越多。我能理解他们要赚钱，可是实在是有点脱帽去了，就给我自己选择的机会。哎。 就像这个，他有问我，你要不要看个广告？我再多送你一颗球。不，我不看。<laughs> 我如果等，如果可以练得上去，我当然就看、啊。然后重点是，我就练不上去没。可能我要再花点时间去熟悉它。可是这个游戏毕竟就是一个很单纯的，怎么说呢？怀旧项。所以我大概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在玩这个。 游戏就是想到时候会玩一下，想到时候哎呦，要不再玩一下好了，这样啊，又死掉了。好了，我们再玩最后一次，我们希望这一次可以还是顺利的搞定一次任务吼。我不强求什么，真的，一次任务就好了。 对不起，我觉得看起来有困难。对、嗯啊、对，对不起，我就得看起来真的有困难。蓝色箭头在哪里、哦？嗯，我们再重来一次。我只是想搞定一个任务而已。 结果好像只有第一次玩有搞定。对对对对对我记得这样好像有加成的样子，那个打算一开始就有一些分数的，会可以叫你加上去。 你会从哪里出来？上面吗？还是下面？上面吗？上面我就可以成功了，耶！哦呦呦呦呦呦！ 是说以前好、啊、像最旁边这个下去之后，有时候还会弹弹弹弹弹，然后就就就就死掉了。嘿嘿，其实也是需要一个眼明手快，我没有眼明手快成功。球球呢？球呢？ 嗯,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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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球，<laughs> 啊？啊！Uh, 我遇到了 bug。哎哎哎哎，好吧，<laughs> 这个天天要我玩，我不得不玩 只是在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，就是怀旧像游戏，然后这几天应该都会找类似这样的游戏出来玩，就是给跟我一样差不多年龄的人。<laughs> 对了，八八零的八零的，对八零年代会喜欢的东西，我算八零吗？<laughs> 等下，我等一下，我对自己年龄我开始怀疑了，这个 <laughs>。 我想想哦，嗯，八零年代算是几年呢？这个不，我是九零，死命骂谁？不过我叫八年级生，然后九零年代，对不起，<laughs> 我都误会了，死命骂谁？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总之呢，就是我。 八年级生的老回忆，对，我会再找一些这样类似这样的游戏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，这里是要睡前不想上班，谢谢你今天的观看，谢谢。